这个秀秀哥，你要问别人是不是，别人不吃了你再拉，要懂礼貌，知道吗？爸爸故意为难小姐姐。我最后一个有没有人吃？你要说大点声。这个最后一个有没有人吃？我吃啊。怎么了？敢欺负我姐姐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大姐姐了，你怎么不？好，那这个最后一个你们都不吃吧？吃啊！你拿来吧你。那个最后一个怎么分呢？大家都要吃怎么分呢？让姐姐吃。我以后都不要问了，我们大家一起吃吧。你永远是我的宝贝。你真给爸爸吃，爸爸也不会吃小朋友的东西。真的吗？是啊。此时他内心纠结了三秒钟。爸，你吃好吃好吃，吃一口。好嘞，谢谢。你不是说不吃